正面彩色大头照完全不打马赛克，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公开通缉缅北重要头目，指出明学昌、明国平、明菊兰、明真真等四人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，呼吁民众积极举报。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在通缉令中指出，缅北诈骗集团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，诈骗数额巨大，在严打高压态势下仍不收敛，同时涉嫌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、非法拘禁等多种严重犯罪，情节极为严重。公安单位寄出折合新台币40万到220万的通报奖金，希望重赏之下有勇夫。警方接获民众报案，怀疑妻子接到诈骗电话，警方赶往民宅接起电话，怒斥自称客服的歹徒：缅北人没诈到你是吧？你说什么？上个月底，中共中央才召开会议，宣布从重打击境外电信网络诈骗。中方也和泰缅辽国首都设立综合协调中心，要将人口贩运、绑架、非法拘禁等跨国犯罪绳之以法。TVBS 新闻林玉珍、戴元丽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